我都 OK。不行啊，你要以客观的角度啊。用客观啊，你刘海我都 OK。你哪里客观啊？用客观，可以录了吗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哥。我是小金。我今天是玩金色汤姆第56集。对。他没有发现今天的场景都很不一样。对。对，从中午开始到晚上到现在。嗯。对。因为回到舍哥的老家啦，对，第一次曝光，嗯哼，对，嗯，好，跟大家说，你今天满满的一天，很充实啊。那回到婆家呢？因为今天是中秋，初一，今天是十五，月亮是圆的，对，今天十五。那因为婆家都会拜祖先啦，有这个习惯。然后从早上就开始帮婆婆，忙东忙西。那我呢，其实我也只会端菜啦，就是婆婆在那边切菜、煮菜，然后我就帮忙拿盘子、端盘子出去这样子。嗯。那婆婆烧了一手好菜，那都很好吃。那晚上呢，就是大家所期待的烤肉。对。到处都在烤肉。对。整条街都是，家家户户都在烤肉这样。那我们姑姑有来，然后妹妹有来，你爸你妈有来，对，我爸我妈有来，然后大家一起烤肉这样。烤猪肉、牛肉，还有四种的甜不辣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是我爸去买甜不辣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老板就跟他说。欸、这个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这个最卖最好。然后结果买回来，今天一烤才发现，总共吃了四种形态的甜不辣。光甜不辣就四种。有那种小小根那一种的，嗯，对，然后有圆的，对不对？嗯有圆的一片一片，我们咸酥鸡那一种。对。然后还有那个一根一根甜不辣手那种圆圆的。对。圆圆的跟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那个甜不辣不一样，第一个甜不辣是。有点尖尖的，有点像秋刀鱼，特别柳叶鱼、嗯，那种尖尖的，对。嗯、然后最后一个甜不辣是那个很粗的那一种，有点像欧莲呐，它是那种黑轮的那种甜不辣。啊、对对对对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真的。对，品尝了四种形态的甜不辣，结果就是甜不辣。对，结果肚子都是甜不辣。对。然后还有烧那个虾子。嗯，跟哦，婆婆最后有用那个甜汤，自己手做的木耳莲子红枣甜汤，嗯，热的、哦，很好喝。对，这方面现在秋天嘛，有点凉，一点点凉感，然后喝那一碗热热的，嗯，就更好喝，嗯，对，嗯，好。然后我们今天没有开箱月饼，哇，今天真的没有办法，太饱了。相信大家烤肉的经验应该都是这样，对，最后绝对吃不下。对，那我这几天啊，看如果有机会要看哪一餐，再吃一下那个 Eric 月饼，然后看口感怎么样，再跟大家聊。没错，所以今天的花费总共是零，应该是这几天应该都会是零。对对，因为就吃老爸老妈的。对。而且吃到爽，想吃什么？所以今天就只有婆婆这样。我想要吃三明治。啊，今天大便就只有保健品进一次。嗯 ，OK， 累计财经总共是18547，请求通过星期哦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明天早上8点见。拜拜。如果自然生物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它的必要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谁看？没有办法播。嗯。然后你儿子看，也不对。嗯。对。对啊，那拍了其实不会看。对啊，谁能看？就是我们两个看。对啊，你给儿子看这个吗？
会给你妈看这个，给你爸看这个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自然产，我觉得真的没有拍的必要，剖腹就可以。你觉得？没有，因为施亚青他说那个摇滚剧他有拍，他说为我摄影，他说我应该想要拍下这一段。对，我想法是自然产，我就觉得就不用。什么？所以你的意思说，要不要跑步剖腹的意思不是不是，我觉得自然产就不会拍了。但你有没有，你有没有可能变剖腹？也有可能啊。哎呦，不要这样讲！什么叫变剖腹？不要先那样再变剖腹哦。哦。